你曾经跟我说，面对吴梦柔的时候要展现大气，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这两个字还给你。对待你父亲的时候，不仅要展现大气，更不能怄气。施彦哲，你孙神刀的毒蛇居然完全都没有发作。就是现在，展现气度与高度，帅气退场的最佳时机。你听听看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。